好，那就等你等一下过来，麻烦你了，谢谢谢谢。太太，刚那个电话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有台93年的 Camry 要补。93年的，我说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么老了，我们应该不要了。她是女生，她说她舍不得，她从金车开到现在，然后舍不得报废，舍不得干嘛？等一下，你是因为她是女生吗？是不是女生男生的问题？这车93年到现在几年了？27年。27啊，对，什么27、28年了？那么久，那么老了，应该没什么用。可是他讲一讲，后来他发现哦，他是双门的，进口的。双门的，我讲 Camry 有双门的。双门的听起来就好像不错。对啊。要么就五门的，要么就是双门的，不要四门的嘛。四门没有什么特殊嘛。刚刚他说他有空，刚好开过来，等一下我们帮他顾看看，是不是一台不错的车啊？啊，不就跟我们那台挖工差不多的？应该是前半段都一样哦，这个不是后半段，他中间开始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它的整门比较长啊，是就不一样了。好啊，等他等他来，他应该快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シェカギ館、愛車ジャーキー、アウトカレ愛車バオボ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台山，耶，到了。哎，刚刚客人找不到，打给我，我说啊，那没关系，你在路边等我就好了。啊，刚好在这边，我们常来的地方啊，刚好这里，我帮他开进来，也比较不会危险。我们进来估这一台，哎，白色的嘞，你看，白色的，好像，对吧？像不像？从车头看这样，不一样哦，你看，我有天窗。对，你有天窗。天窗，对，虽然少了三个门，可是我有天窗。你看，哇，这个门多大！我觉得内装比较漂亮哎，完整度都还不错哈。一样，看懂了。可是那皮的啊，那台是绒布的啊，有比较才有伤害。这个是好的。好的啊，哎，不要偷拔我的嘞。可以拔拔。不行。没有，首先我们要先买到，我们再来讨论。对。哇，台山另外。丰田正常用品。对啊，哦，奇怪，你看，哇，斜的卡歪的，这备胎应该也可能不太能用了。新车到现在，哎，你看，20、30年前人家就有这种车身码了。哇，可是都是有拆过的，应该多少都拆过吧。那才刚好客人呛过。哎，你看哦，这不是这样起来就搬哦。嗯。你管它就是，有些不晓得是直接拉了就破掉了。也没有了，还好。下面很干净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，韩生不用用你。对啊，这大灯应该都通用的哈，有没有 ？V6 3000。哎呦，3000呢？对，是美规的。美规的啊，赞了。我刚好瞄了一下啦，里程数是95000啊，9万多少迈啊？迈的话大概就14万左右。迈是1.6。心算不是很好，你算一下。我心算肯定很烂。我心算很快，可是不一定对。我有跟他聊天啊，因为他们是两姐妹在开的，他们真的很舍不得那车。假如说你换车都报废就好了、啊，可是他们真的舍不得。他想说给我们，他希望让我们去找到一个爱他的人，可以继续开下去。对他千代交代都是不能拿去杀肉，就好像我常讲的啦。我希望我的车主要是我卖掉了，我在路上看到他在跑，我就觉得很高兴。对，可是他还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看起来都 OK 啦，啊，感觉上好像前后盖都有去换过而已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爱车人士啊！你看，只要看到车子装的不是马牌，就是米其林，一定都是爱车的。因为一般来讲，可以换便宜一点啊，你为什么要换那么贵？你觉得是看爱车，你感觉开得起，安全较重要。你这原来就是安尼。对啊，一开始看觉得像是裂掉。不是，它中间这个可以拿下来，这个跟这个不一样。这个是个盖子，对，盖子而已。啊，这几寸？15寸的啊。几年的啊？前面是17的，我刚刚有稍微看一下，后面哦16，60周，92000公里，出几番？一般好，该亮都亮了，亮灯。这车我觉得应该是含氧了，我觉得啦。哇，你看翘起来，再让我翘起来。天窗也是好的吗？哦，好之后呢，会再当。耶，好的。有没有看到我？有了啊！对，谢谢啊。那个，其实我唔知啊，你冇试过。暗锁？不会吧？这样骑我，对吧？哎，真的哎，帮不了。真的？这不算暗锁啊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个暗锁做的太明显。你看，虽然他老是也是怕被人家抢走了。哎，你看我这自备架都好，你要做一下副驾。你看他的东西还在 ，video 的哦，还有重点来了，你看飞架，两个都好。飞架是好的，很酷哈。哇，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车主手册。哇塞！问阿伯啊，我咧讲，我上网拍卖，即个即个阿伯一个。哇塞！我跟你讲。哈哈哈！哈哈！跟你讲啥啊？哇，保持得很好哎。我是讲我的车还没有这个。那要去瞧啊。
对啊，我就小小的啦，那就是这个而已啊，这个不是很困难啊。不过本来一开始我真的我想说啊，那个这么老的应该就不要了。哦，你以为是四门的？对啊，那四门没什么特殊，就回来又占一个位置，我要稍微把关一下，好吧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瞧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太能瞧我，嗯，我被进来去啊，被怪到，你到洗车好啊？你为什么那么急？那可以。本来想说下次再来卖我了，是哦。后来想说啊，你这样跑跑确实很累啦。可是他我要答应他一件事，就是他真的要找到一个爱他的车的人才可以卖给他，这是交换的条件，这都不是钱的问题，人家都是感情。知道。我见你哦，哇，阿爸拢足坚强的，啊，早间要嫁出去时阵好运气。你确定？你确定阿爸足坚强的？没有啦，内心的外表都很坚强啊。其实我也是玻璃心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防弹玻璃，防弹玻璃，他算不用试了，我觉得 OK，为什么能技能就赢了？其实应该拿个温度计来测一下，没有估车带那个，是啊，这种老车你还拿那个，你干脆拿骑摩椅好了，这种车在那边打的时候呢，对啊，我觉得客人会有一点说这个神经病。其实原漆是这样啦，如果是两三年内的车，我很在意啊。对我来讲啊，原的板件，原板件比较重要。新车啦，哦，对啊，这种车你说它原板件，那可能就少之又少，因为存在二十几年、三十年了，难免都会有小碰撞，那都是难免的。不要说撞到已经切了再回来那一种，那种已经没有用了。切过新车上是有安全的疑虑，所以我们那就不要了。对啊，这换个老实讲，换四个门、五个门，对我来讲都没差了。因为有可能新鲜嘛。规定往雕太紧了，因为现在的钣金师傅很少会有拿他们这边帮你补洞的啦，很少的啦。对啦，哎、欸，蛮近的，为什么？它就只有亮灯而已。它、啊、这个是3000cc 的，号称当时是188匹马力。我讲，哎、欸，好像比你的车还强，你要不要换这台就好了？换这台，好像也不错啦。底盘真的没声音，没声音，它就是可像本来都快软了，两头到就像那样，都很正常。那就是把灯号消一消这样。对，我不是说把灯拔掉。啊，误会，我误会，你误会。对，我这个 OD 档哎，还有这个哎，啊 ETC 啊 ，ETC 哦，不是 ETC 啊 ，ECT， 一个省油，一个比较有力的，我们等下去爬一下坡。啊、不对啊，我们刚买就给人家带来跑山，要试一下车哦。对，就好像你今天来跟我们买车试车，我也是带这个路线，这样才公平。哎呦，你们是你试高速公路啊，我们都是这个省道，哦，一视同仁，我们试的路线是一样的。哎，你按了哦，我按了啊，真的，我连 OD 都按了，不有力吗？我觉得还好而已。你又多亮了一个。什么灯？油灯。你按下去的时候油耗掉了。对啊，可怕。那等一下要去小城那边蹭起来看看吗？要。看完再决定怎么处理了。不要跟小城讲，不然他又回来。因为他一直说他不想买老车了。对，没有，一回来，他发现又把他冰起来，一晃又三个月又过了。对，我就赶快自己动一动，不要让他知道，到时候他因为我当时变冷气啊，会不会？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しかぎ館会社ジャーキーアウトカレ愛車バオボ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Yeah， 台长，我这台车被搞车啊，我被他塞车啊！啊，对，你想快转不能快转，现在是广告时间，是不能按快转的。来，厂商提供的磨年之手，这个真的很简单，一切都是设计安呢，好拿，我得到。但是用魔鬼粘了，对啊。这个是镰头，就是瓷毒，可以打蜡，可以上蜡或打蜡，这个都可以用，抛光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用。怎么用？研磨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还要用之前要先把它喷湿，还要搭配这一罐。哦，其实这个润滑，哎，润滑剂听起来都跟它怪怪。喷啊，好了，太真细看了，你先看一下啦，来啦，说明书讲，哎，十字，对不对，来，十字哦，哈，唔是罗赖吧哦，十字，对啊。对啊，这样会不会太多？应该不会吧？你就稍微平均一下，对啊。好，十字哦，十字。十字。十字。你懂啊？啊，可以画圈圈叉叉。你哎，看简介，不是你生游戏熬那个就会圈。哦，这样。不是安尼啦。哦，均匀喷起的，十字就是很简单嘛。比如说你这样横向，对不对？哇，好，你横向。有没有？看你要先横的或直都可以啦。哇，全部都均匀。你看，阿那么几横向的呢？啊，等一下再改这样啊。哇，这样才均匀。
每个地方他会用到。那这是干嘛的？哦，这样，这两头最厉害的，这个就好像女生的那个，把它粉刺都拿掉了。会怎么样？你甭看就知道，咕溜咕溜啊，恢复到你十八岁。我没有十八岁过。你没有十八岁过，你长下，你生出来了啊？啊，文化买啊，一定是咕溜咕溜的。其实这样讲好了啦，像黑色啊，我总会用黏土要黏。黑色是不是很热，会稍微融化，会把一些脏污黏在精油上面的，不正漆面。所以你们可能做错哎。对啊，建立的话一样啦，前面的步骤也要做，就是先要用水枪先把表面的哦大石头什么东西先把它冲掉，洗完之后啊再开始用黏土。不是说还没洗就开始用黏土了，哇塞，灰也变灰去。哎，真的嘞，你们。啊，那影片真正拍袂准，真的。啊，这弄这个渣渣，这样抓抓，啊，这就可以用。其实这个设计是这样抓。啊，你知道市面上有几种吗？有黏土的，可是那个有个坏处，万一你掉在地上就麻烦嘞。还有一种是那种，你应该有看过，这样用黏土啊，整块的大布，那一种也可以。可是它这一种的设计就是它这个比较好抓。啊，这个哈，这个几个重点。嗯。它不要跟铁粉或者是柏油混着用，因为这是类似像个点嘛胶，你知道吗？你把柏油落去也给溶解，不好。如果不小心掉在地上，一定要把它冲干净，上面不能有石头，连住要把它洗干净。用水冲就好了。对，用水冲干净就好了。啊，这个如果要保存也很简单，好，把它放在阴凉处或放在盒子里面，把它收好就好了。还有一个特殊，他们这个是自己研发出来的圆点。如果你的铁粉一些脏东西可以卡在这个圆点底下的，如果表面是平的，如果脏东西在上面，你在跑，那东西也在跑。对，所以比较容易刮伤漆面。所以它的脏污都会卡在里面，这样。哦，设计到这厉害的吼，使用说要搭配润滑剂。对。为什么要润滑剂？你知道吗？表面比较光滑，比较不会去伤到了。像大也破皮啊。啊对啊。这样润滑嘛。对对对。就是这么简单嘛，润滑剂的原因就是这样啊。给它破皮你就知啊。我知。还有抽奖哈啊，这个有一组，一组就是一颗哈，这个有三片，刚刚有看到那个三片，好，还有这个一罐，还有那个三条的毛巾哈啊，这是广告时间哈，大家谢谢收看，就这样，好，好，啊，回到正片，耶。底盘哦，啊，底盘刚刚我以为，这应该足久的啊嘞，所以我就觉得哈，爱情 CC 啊，公司梁上面都有油，永远都不会生锈，哦，对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来电吗？哇，嘿，啊这，啊你哎，你甲想啦，这存在你现在晒干二三十年啊，敢无一寡油啊？正常，搁再洗一洗啦。啊，反正那啊有啦，哎，那跑，反正那跑啊，就哇，啊这个刹车油管器呢，哇，感觉避震还好。哒哒，会有应该是有底壳啦，有底壳换一下。我们看，我先看一下后面，哇，避震器是干的啦。啊，你看这支换，哇。比较浅，对啊，好像是新的。啊，这个卡钳两边左右卡钳都有换，啊，这避震器换过啊，哇，这是贴纸的 KYB， 对不对？哈，哦，啊，应该是吧，我看到 KY 而已，啊，没有啊，它是解 KY 啊，哎，欸，别卖啊，啊，东阿婆用啊，东阿婆用，还蛮厚的嘞，刹车换过，东阿婆应该也换过，你看蛮厚的，啊，你这边看得到吗？有有有。啊，这个啦，这固矮方程套啊，那个啦。哦。对啊，我打在哪里啊？这种冻没掉啊，这种没漏油，所以这个可能里面没有油，只有空气。可能只有空气。柔柔油油晃晃，不错啊。端午。没有啊，没不会啊。没事。对啊，没事啊。我先啊。我先啊。好啦。有啊，啊，这都到期就是精力力诶，啊，用我水，可能就我觉得烤漆可能就是前边呐。这里要烤漆吗？这台车。要吧。欸，好像要诶，它裂蛮多地方。这个扣扣煎熬半煎。这样好砸啊，慢吧，对不对？前面保杆就是比较丑而已啊。啊，保杆破的还蛮……那不会有破了，就是那个漆掉了，掉了，我知道，对啊，那就弄一弄就好了。漆破了，这边有猫掉了。其实看起来蛮厚的，其他还好，就是前面比较那个而已，其他都还好。你看自己喷的了，你看，对，自己喷。啊 ，C C 要碎啊，那个啥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直接处理哦，直接处理了，啊，那都等脚师呢。他说，哦，放着，我要拍片。啊，这个呢？啊，这个要怎么办？这个是设备啊，丢呢，这个设备啊。好了，检查的项目就是引擎可能有底壳，但是清一清，对啊，先洗一洗啦，啊，到时候再看啊，确定的话就直接换一换就好了。嗯，啊，外表的部分有个前后保啊，叶子板那边处理一下，弄得没坏啊。啊，这个要补啦，对，这个，啊。我不然我补一个大 A 给你，它里面有啊，它里面好像有，好像有哈，它已经都搞不好准备好了。对啊，哇，而且精力力的这就贵耶，而且又3000cc。对，啊，对啊，3000cc， 唯一的坏处就是最近重一点，对，最近又比较重了。对啊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对，
人家看到才会跟我继续卖给我们，我们交车这样。好，记得要爱，要照顾他的人才来买。对，这是车主唯一的条件，唯一的条件。对啊，对啊，不是钱，对，钱不是重点，可是我是在意钱啊，没有，没有啦，其实也要，因为我要就是抓一点整理的成本啦。我想说，对啊，不然太真薪水怎么来？那我那么爱，可以送我？不行，你不然你也马送我，我真的送你。Yeah, 可以吧？耶、yeah, ！不要，要不要？不要、啊，多多关注我。对啊，嗯、好了好了，赶快弄下来，可以处理了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シカギ館、愛車ジャーキー、アウトカレ愛車バオボ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对啊、欸，不只是处理油而已，还有一些灯号啊，好、哦、也要处理掉。哦，你说引擎灯那些，对，都会检查过了、啊嗯，就是要弄好啊。你刚刚是忘记、啊我忘记了，看到底下在忘在上面的。哦，啊、好啊，就这样啊，到时候再讨论就可以了。嗯、啊，还有一个这个，我刚忘记跟你们讲，这里，先先先先，稍微，这个可能就这边再处理一下而已。然后真正只买偌了啊？啊，记得一下啊，买偌侪钱再讲。买偌侪钱哦？车主的爱心无价哦，好，我知道，无价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Several days later，